来，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爆炸头。上下五千年，你是为天，只要同源血脉紧相连。家乡的味道时刻在心田，熟悉的乡音萦绕在耳边。天下人都称赞，美味佳肴送万年。一代代往下传，男女老少都爱这牛肉面。谢谢。哎呀，唱了半天这啊牛肉面呢，我怎么觉得这首歌的调那么熟悉呢？你不觉得跟最炫民族风有点像吗？啊，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最炫牛肉面嘛。你是跟面有什么关系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李响杰，来自牛肉面之乡甘肃兰州。哎呦哎呀，我经营了一家牛肉面馆，正是因为这首歌，所以我在经营的牛肉面馆在兰州。真的吗？那你自己会吗？会。你看这个牛肉面有很多这个粗细长短不同啊。对，都多少个品种来着？就是我们大众普遍的应该是9种，就是普遍经常吃的啊，分别有那个大宽，薄宽，还有韭叶、毛细、二细、三细。细的，哎，你就告诉我哪个好吃吧。小面冷，其实这要跟因人而异嘛。因人而异，像我在是毛细，我愿意吃韭叶。嗯，我也是听的毛细。来吧，那个我们上面。哇！现在这一碗就是正宗的兰州牛肉面。哇！我的天哪！你看翻滚吧拉面，你看，我的天哪！行，你可以吃了。吃面的时候是出声还不出声？看。可以出声吗？可以出声吗？可以，没什么不礼貌吧？对，越出声越有人说越出声越代表师傅做的正宗好吃。哎呦，真的因为牛肉面它是快餐，所以不会有太多人去注意。大哥，你真的是特别正宗。师傅，您再给我拉一碗呗。我觉得呢，这要不要这样？我叫我们的主持人现场自己给自己做一碗面，这很轻易。哎，这个可以，好不好？马月，你给自己拉一碗，来，我来教你，很简单。现在我来慢慢的做一遍。我跟你学啊，好吧，慢慢做一遍。先把它揉匀，然后呢，不用管太多，直接放心拉开。然后呢，这个面过来的时候要捏住。为什么要捏呢？因为时间长了，这个粗细不一样了。好，要把它往一起捏一下，收捏。然后呢，这样套上，然后再这样拿过来套在这个手指上面。这个太好吃了。那个快点，师傅，快点，他们都吃上了。哎，我真吃完了。这个就属于。属于是毛细了，我再拉一个。对，两个捏住，好，可以了，慢一点，放低一点，放到案板上，可以了，对，捏一下那边，对，蘸一点面粉，好，可以。天就好了，好了。行，可以了，再就露气了。好了，拉完了。我的面呢？为什么马月拉的面沉底儿了？过不开。看我拉的面哈，你看这个有粗有细，是不是啊？师傅，是不是你的店里是从此以后有个新的品种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可以。汤没给汤啊！这是马月月自己做的一碗牛肉拉面，来给点葱花，给点牛肉，主要是辣子，给点辣椒，可以了是吧？可以了，自己做的面第一碗就是好吃，我开辟了兰州牛肉面的一个新的品种，来烫。无与伦比，太好吃了！太好吃了，他居然忘了扭秧歌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我都忘了扭秧歌。好吧，他得多好吃，慢慢吃着。你今天带来了这么正宗地道的牛肉面，你又带来了一张怎样的账单？啊，我带来的是编曲费，是这样。来吧，喜欢音乐又喜欢吃面的一位小哥。60秒倒计时准备，三、
二。我愿与你策马同行，奔驰在草原的深处。我愿与你振翅高飞，遨游在蓝天的穹谷。穷苦很沉得住气，恭喜你获得了150秒的挑战时间。嗯，不错。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吧，多少钱？账单是7200元的新歌编曲费。新歌编曲费7200元。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，你就会获得由雕牌除菌洗衣液所提供的幸福基金，万一还失败，可以获得由雕牌除菌洗衣液所提供的大礼包。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吧，步入挑战区，加油！挑战区，加油吧！3、2、1，挑战开始。拿出咱们做牛肉面的那劲头，咱要牛气冲天啊！牛气冲天。哎呦，漂亮！第二关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，你身后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向你奔袭而来，那就是我们幸福能量团的各位姐妹在为你加油。第三关，漂亮。不知道是否刚才说的牛气冲天一样，我觉得他此刻拿出了自己那个男人的狠劲儿，每落到一个障碍，那都是掷地有声来到第四关。再次一举，再次一举，漂亮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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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站起来，成功在向你招手，还来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侧滚翻，按下确认按钮，恭喜你！那前四关成功的闯关之后，你为自己赢得了两个选择，那就是到底现在确认账单，还是参与我们的账单翻倍？来，再次重复账单是什么？我的账单是我写的新歌编曲费7200元，7200元的新歌编曲费用，你会怎么选择？我也同时提醒你，如果你不幸闯关，翻倍闯关失败，账单就会取消。你告诉我此刻你的判断。我自己的判断，其实我很想闯，但是最后我选择了就到这里就可以了，因为有些事情不能硬碰，碰完以后受伤的是自己，所以就到这里就可以了。这就是你给我的解释是吧？我接受。好的，再次愉快的宣布他7200元的单曲制作费用成功确认。来吧，一边喊出节目口号幸福账单，为您买单。